听说你最近一直在找我，给我笔记上你有这个实力不？上次的事情我不服气，咱们再比一次。你想怎么比？你给我出上道题，如果我答错了，我给你200一个。我也给你出上道题，如果你答错了，你也给我200元一个。行，我先来。第一道题，请问新华字典有多少个字？11000起左右。错，新华字典这不才4个字吗？第二道题，请问什么水不能喝？污水。错，是薪水。不划算。第三道题，请问哪一个月有28天？爱月。错，每一个月都有28天。哇，快气死我了，扫码吧。该我出题了。跟你比上啊，我还不是玩斗地主了。斗地主有啥好玩的？我玩的才不是普通的斗地主，是左下角这款正版通用斗地主，现在开放联大模式，起手就是好牌，配上超级加倍卡，轻轻松松就有100亿金币。哇，怪斯联大倍率这么高。这还不算个啊，你玩玩赖子棋硬盘，最高倍率120万倍，现在下载上线就领288新人礼包，在直播间参加狙击主播活动，还有机会领手机和平板呢。这有这么好事？待会我也下载一个。该我出题了，我就不信我智商比你低，我今天一定要证明我智商比你高。我去，这大哥太好胜了，都走火入魔了，别气出啥病来。不行，等下他出问题，无论我会不会，我都得答错，不然走不掉了。行，你出吧。第一道题，湖北省简称是什么？对了，是第二道题，马克思是哪一年出生的？1818。哇，快！是1818年，这你都知道。第三道题，你肯定不会。被称为阿拉曼海上民主是泰国哪里？不知道。哇，快！你怎么知道是普吉岛？看来我智商真比你低。哎呦我的妈！